147集，后蜀。李贤弟，后会有期。啊，李真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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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重啊，真人。在一众镖师热情的迎送下，李火旺等人离开了龙腾镖局。看着他们渐渐远去后，王成兴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，看向了一旁的赵镖头。师傅，不知道您有没有瞧见那人身后背着那把剑？那剑可不一般呐，感觉杀气很重的样子。废话，还用你说？老夫当然知道那把剑的来历，是子雄将军的佩剑。什么？子雄将军的佩剑？那这半月来您怎么什么都没做呀？做？我要做什么？赵琴侧头看向王成兴。我是要去偷他的剑，还是打听他这把剑的来历，又或者去偷偷告发他？见王成兴不说话了，赵琴接着说，你以为我眼睛瞎吗？没看出这人的古怪？他腰间的那红色竹简，下摆上的各种铁器，还有那葫芦，更别说他身边那些残忍了。可那跟我又有何种关系？他出手医好了凤霞，我应他的要求去帮他找剑法，替他担保，大家面子上过得去，这就够了。我也没告诉他咱们过去当大头兵的吧，这就叫看破不说破啊。对对对，师父考虑的周到，是弟子莽撞了。拉车的马在马棚里待了半个月，明显早就待烦了，一出城门顿时就兴奋地跑起来。吁吁吁吁！驾车的赵武好一阵吆喝，马车这才缓了下来。他侧头看着李火旺，哎，李师兄，咱们现在往哪儿走啊？边关四旗这边的事儿都弄完了，咱们先离开四旗，而且这地方有点乱，咱们越快到梁国越好。一说到这儿，他神情顿时有些不安，扭头看向一旁的白灵淼。既然这地方打仗了，那梁国不会也有战乱吧？那你家……哎呀，小道也多虑了。听到这话，没等白灵淼回答，吕状元提着烟杆子走了过来。那梁国呀，顶得上五个四旗，而且那梁国的皇帝啊，厉害得很。那别人呢都尊称为大梁国，哎，那真要打仗啊，也只有他们打别人的份儿，那哪有别人打他呀？李火旺这才知道，跟其他国家比，梁国是大国，而且是强国。很显然，吕状元对于目的地是做足了功课的。李火旺了然地点了点头，这样也好，只要到达梁国就没有顾虑了。这时，李火旺就敏锐地察觉到吕状元有些不一样了。吕班头，这是遇上喜事了？相比之前满脸褶子皱在一起的老人，现在的他明显年轻了好几岁，嘴上的笑容怎么都收不住。没啥没啥。吕状元想忍住，可他脸上的笑意却出卖了他。他喜不自禁地扭头爬上自己的马车，捧着一个大布袋子来到李火旺面前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吃鸡蛋，吃鸡蛋啊！被染得通红的两个鸡蛋塞到了李火旺的手里。不只是李火旺有，其他都是见者有份儿，平白无故的发鸡蛋，这可不像是吕状元那抠门的态度啊！一拿到红皮鸡蛋，赵武最先反应过来其中代表的含义。九人兄，嫂子这是有喜了，恭喜啊恭喜，祝您早得贵子啊。面对赵武的恭喜，吕举人脸上的笑容却显得非常的勉强。旁边的吕状元十分自然地接过了话茬。哎呀，你瞧见我儿媳妇的肚子没有啊？啊，怎么样，是尖的。而且啊，她最近特别喜欢吃酸的，这次错不了，那肯定是孙子。马车上的罗娟花高傲地仰着脖子，此刻他就像是一位得胜归来的将军。
哎呀，那等满月酒的那天啊，哎，大伙儿都去啊，都去。哎，吕状元越说越开心，眼睛都笑得看不见了。李火旺吃着鸡蛋，目光在态度截然不同的父子之间切换着，怎么都感觉自己吃的鸡蛋掺杂着别的什么味道。不过他也不是那么八卦的人，懒得理会别人家的家事儿。他跳上马车，开始找出地图。下一个国家的名字，下一个。看着地图上那极其陌生的两个方块字儿，一时间愣住了。他之前还觉得不认识字儿没什么关系，可是现在看来，这影响挺严重的。轻叹一口气，李火旺把头从马车车窗探出来。李班头，前往梁国路过的下一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那好像叫个后蜀国吧。后蜀。李火旺看着手中地图上那块圆形的图案，喃喃自语。李班头，那你可知后蜀国内有什么知名的门派，又或者危险的邪祟吗？嗨，小道爷，你问我这个，这不是白问吗？我哪有那能耐能知道这些啊？哎，我能知道那四旗隔壁就是后蜀国，那已经是很了不得了。也是，吕状元作为一个唱大戏的，自然不可能知道别国的具体事情。你们知道后蜀国的事情吗？李火旺向着其他师兄妹问。对于接下来要路过的地方，还是要提前多多了解才好。可是让李火旺失望的是，得来的却是一致的摇头。看起来他们都不是在后蜀被抓的。李师兄，我记得有一个道童是后蜀的，只是那次的时候他被淹死了。听到春小满的话，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，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不过好在跟之前比已经好上很多了，自己没有了丹阳子的危机，比刚从清风观里出来后也多了不少自保的能力。他从马车上跳下来，就看到吕状元带着讨好的笑容靠了过来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，这关于后蜀啊，我差点忘了。那过去我还是那后生的时候，听我那瞎子二叔说过一些。哎，我二叔说的，那后蜀国的人啊，那不听咱们的戏。他们好像听的什么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们好像喜欢看傩戏。傩戏？啊，对呀，哎，你看这名字怪吧？哎，叫什么傩戏？哎呀，那我那二叔还说呀，傩戏呢还不用化戏妆，他们演戏的时候啊，要用那个红布把那戏子的整个头都包住，然后呢还戴上各种的木头面具来唱戏。李火旺拦住，不让吕状元继续往下说了。他们爱看什么戏就看什么戏，反正跟自己无关，自己又不是吕状元，要过去抢他们的生意。